네, 안녕하세요, 여러분. 손예진입니다. 제가 곧 대만에서 여러분과 함께 만날 기회가 있을 것 같아요. 저도 정말 너무 기대되는데요. 亲切跟粉丝打招呼，男韩演员孙艺珍4月16号周二来台出席品牌代言活动。今年42岁的他，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不止保持出道25年始终如一的美貌，对自己的身材管理也十分严格。动作를훨씬더필라테스보다많이쓰게하는동작이에요어이거되게아름다와여기서부터여기까지다이렇게쓰는거죠孙艺珍上综艺节目示范缠柔运动，动作优雅，就像芭蕾舞者，让主持人看得目瞪口呆，不停发出赞叹。不过，孙艺珍会做的运动可不止这一项，连 TRX 悬吊训练都有涉略，甚至还考了讲师证照。자격증도갖고있어서네자격증이면은강사자격증같은거말씀하시나요강사예맞아요예그강사들이따는자격증이에요네用纤细的手臂撑起身体，接着悬空做出像是奔跑的姿势，看起来毫不费力。可见孙艺珍平时真的有在练。除了室内运动，她和老公玄彬一样，也都爱打高尔夫球。上节目打球，教练还频频称赞孙艺珍挥杆姿势非常漂亮。사실은뭐보면제가이렇게가끔하고싶게면요스윙이뭐연습안하시는데너무스윙이예쁘고요孙艺珍首度为工作来台，更是他人生第一次造访台湾，让许多粉丝十分期待一睹孙艺珍的美貌。东森新闻综合报道。